播室的你们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呢教学的是啊，怎么样让你的下背痛可以得到舒缓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平常啊在办公室里面要坐很久的人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哦。注意，第一件事情啊，要把你的椅子我找回来，往下降到最低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穿着高跟鞋，请把它脱掉。确认你的，我脱不掉哎。好，确认你的两只脚往前坐到底，双脚要牢牢的踩在地板上。然后呢，手肘贴着你的桌面，慢慢的往后推，推到你可以推的最远的位置。单手要紧紧的扣住桌面，让你的另外一只手天花板慢慢的推。慢慢的好，抓住你的桌面，另外一只手慢慢的往天花板推，然后再慢慢的拉回来。这样子的动作啊，每一边各做8下，就可以有效的伸展，解决背痛的问题哦。